Eclipse 呢，是一款集成的开发工具，可以用来开发我们的 Java 程序。所以这次课呢，将为大家演示如何在 Eclipse 下面进行 Java 程序的开发和运行。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下载和安装 Eclipse。这个呢，就是我已经为大家下载好的一个 Eclipse，双击一下解压就可以了。所以说使用起来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大家看一下啊，解压完以后，哎，这个图标就是 Eclipse 的图标，把它打开就可以使用了。这个里边再给大家提示一点，因为我以前呢已经在这台机器上装好了 JDK 了。所以呢，我直接运行 Eclipse 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装好 JDK 的话，还需要把 JDK 提前装好。所以 Eclipse 的安装呢是分两个步骤的，第一步呢是安装 JDK，第二步呢才是安装 Eclipse。当然了，你 Eclipse 装好以后，后面再装 JDK 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对于初学者来说，推荐大家先装 JDK，然后再安装 Eclipse。打开看一下，双击。哎，它会提示你啊，就是让你确认必须要打开吗？那我们选打开。好，我们看到。弹出了这样的一个提示窗口，在这个窗口当中呢，让你去选择一个 workspace，也就是工作空间，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的以后编写的 Java 文件，它将保存到哪样的一个位置？那我默认呢，就在这个目录下边，我就不改了啊。这个位置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自己去选择，可以点击这个 browser 去选择你。所需要存储的位置，我当前不变，然后点击 OK 就可以了。好，现在呢，Eclipse 呢就已经打开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欢迎页面，就是第一次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欢迎的页面。然后呢，我们把它关掉。双击一下，把它放大。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Eclipse 的一个开发环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界面的一些内容啊。首先呢，最左边这块呢，会是一些文件资源的管理的一个导航的内容。这块呢，是我们的代码编辑区。这个地方呢，是一些任务的列表。我们现在呢，先不多说。这里边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先认识一下它的文件资源的导航区域以及我们的代码编辑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一个 Java，是在一个叫做 Java 的视图下面。在这个视图下面呢，我们可以编写 Java 的程序。不同的视图呢，它显示的界面是不一样的。